忍者，那我们今天居然下了忍者，必须死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这部影片的话是昨天的这个后续，因为假日的话会把我们这个忍线探险重新刷新嘛，所以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当然就是要继续来挑战了。昨天基本上挑战到了21层，后面的话是有顺利打到后面去了，但是也不知道究竟能够撑多久，好不好？我觉得目前来说，我们的目标25层真的是有点难达成了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就尽可能看一下有没有机会，好不好？打出我们的好成绩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们就准备 last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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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这次哲明有没有机会再往更前面的旅程迈进呢？啊，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想法。虽然我们今天就可以见真章了，今天就可以见真章了。来，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蚊子的话，这边应该要先优先过去，但是可以这样吗？哈，直接打龙 ，OK， 直接雷龙走起 ，OK， 好，没问题。那就我想一下啊。小娇先好了，因为我们零的话还是算比较偏强啦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这边小娇先啊，如果真的不幸身亡了，那也没办法，好不好？今天看一下，我之前好像都是21层、22层，我们就败开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次能不能撑久一点点，撑到23层或是24层之类的，好不好？拜托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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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雷龙。其实血量也是很多的要求。我怎么觉得这只我对它很陌生啊？完了，完了，旅程又到20层这边败开了，我觉得不可能欸，各位，完蛋了，我想一下啊。还是我们这边就要用组队接力了呢？好，我们组队来看看好了。这边希望各位，希望各位帮一下。我先看一下他们输出。哇，他们是不是一开始都在抢啊？他们一开始都在抢那个什么，抢那个什么那个悬赏令，然后一看到这个跳出来，他们就想要一起加油这样。这苍蝇好像可以哦，好啦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这应该过了吧？21层就麻烦你们了，好不好？然后22层我们搞不好顺利拿到钥匙，对不对？顺利拿到钥匙，那我们也 happy， 有没有机会？你们觉得有没有机会22层拿到钥匙？我是觉得没可能，我是觉得没可能啦！呜呜呜呜呜！来来来！Go go go! Go go go! 反品游击还有真苍牙，麻烦这两位大大了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拜托！我好想要看到25层的绝景哦、喔。其实应该21层到24层都自己撑，然后25层再交给大家来打，应该会更好。但我们也没办法了。我们真的没办法，希望这两位大佬带飞了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原本想说小娇可以撑一下，结果碰没几下那个电就挂掉了。好。好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啊，我怎么感觉我伤害比较高？我的发！哎呦呦呦呦，那个苍牙开炸了，开炸了！哎、欸，另外一个挂掉了，难呢。哦，可是我们苍牙好猛，猛哥。其实这只好像是 S 级的雷龙哎、欸，是不是不该把那个救援靠在这边的、啊？但没办法了，因为我们也没角色了。我是怕再不赶快，可能一切就来不及了。OK， 谢谢你们，太好了。
炸开炸开！哦，有辣椒罐！哇，居然有辣椒罐，你太好了！好，我先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。治疗小瓶吗？好，治疗小瓶先买一下。有辣椒罐，有辣椒罐，各位！哦耶 ，Go Go Go！ 嘿嘿嘿，我跟你讲，我很会跑这个，好不好？我很会跑这个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一定可以，好不好？白痴哦，那早上我开那个扫描仪了，对不对？干，等一下，说个笑话，我很会跑这个。不是哦，开个扫描仪，然后跑这个，然后最后一层那个忍界那个再给那些伙伴进来，对不对？是比较好啊，浪费了。但是也不知道啊，谁知道会这样？但至少可以再往前屠戮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然后最后一把有没有给我钥匙，对不对？给我钥匙，那这个欢乐透顶这样子。哇，要求撑得住吗？各位，速度拉起来喽，速度再拉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！哎呦，哎呦，完了！死定了！一千好像可以进到下一层，对不对？最高三层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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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完了！这个我超不会闪的，有没有办法给我机会用个大招好吗？哎呦，怎么这么快又有那个了？哦，有大招了！有大招了！打一下！見せてあげるわ！哇，好开心哎！这就是这瓶唯一一次可以抵他25层的一次了耶，好加在后面有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后面有这个东西帮忙，开心的嘞。鬼头，耶！三层，嘿嘿，有吧？前往三层，24层，各位，24层，第一次抵达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，哇，轻剑完了，应该这边在那个的，哇，死定。死定了，各位，完蛋了！不过这边，很便宜耶，这边。好啦，拼一下啦，苍牙了啦。哇！如果组队券在这边用就好了。第一次24层，各位，靠辣椒罐。哎呦，干嘛不多一点辣椒罐，对不对？还是我们待会再那个再开个扫描器，然后看一下能不能，搞不好旁边辣椒罐直接又一罐，然后我们直接飞跃25层，太猛了！飞跃25层，哇，这是我们忍界探险目前最好的成绩耶！哎呦，被刮到好多下，先开这个好了。他还有27条血，太多了吧，要命哦！啊，没了。
哇，还有27条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哇，我把这边都开一开，扫描仪没什么鸟东西，还有什么安眠剂？虚弱，降低你攻击。全队整伤，增加 30%， 好，持续4回合。然后买这个给他，帮斩一下好不好？帮斩一下 ，Onegai， 干，垃圾。回哪里？回哪里？好啦，来啦，看一下啦，好不好？能不能获胜就看这边了。可是我觉得偏难了，好不好？偏难，因为青剑也是蛮白、蛮鸡巴的。我想要抵达25层啊，各位，这辈子都还没有过，该轮到我一次了吧？哎呀，被刮到了！許さないわ。我这个超不会闪的，我还是先这样过好了。我这个真的超不会闪。为了不要让自己留遗憾，我先开了。还有一个苦无可以用，给皮。哎，不是哦，他这个很鸡巴哦，他为什么都可以这样砍完又转，砍完又转啊？我都忘记他会这样子，那鸡巴人。转完就砍，转完就砍，这样子。干嘛？就是这个，这个车回，这个来回转，不然在干嘛？这超难闪，我死在这个地方很多次了。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你有什么问题？又来了！哦 ，yes， yes， 各位，25层来了！虽然我一定打不过，但是我人生中第一次，各位，终于要抵达25层啦！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是什么东西。哇哦！雷龙哥哥，我全开，好不好？虚弱，虚弱，组队，组队。
没有没有，好啦，最后一层哇，二十五层，还是其实二十五层根本不是最后一层，最高五十层这样。来了，这已经看了就知道是 SS 级雷龙了。哇，好可惜哦！如果刚刚那边真的一个想不开开了那个扫描仪，然后扫到那个辣椒罐，我们直接飞天。应该是 SS 级的，对，这是 SS。干！好啦，我们的旅程结束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好不好？我觉得算是还蛮不错的了，已经算蛮不错的了，好不好？哇，二十五层，二十四，可惜了，这大概是我们最高一次的成绩了，各位，不错吧？我觉得还算不错了，好不好？第一次抵达二十五层。对吧？这边有这个二十层奖励哦，有四十层呢，哭啊！有四十层啦，啊哦。